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娟娟娜，欢迎来到我和妮妮的暮色森林，来换一下我们的妮妮。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我是妮妮。今天我们的任务很简单，去雪地把那个雪地的首领给干掉就行了。那咱们就赶快出发吧，雪地是这个方向吧？哦，雪地往这边走，走。你确定别带错了？不会的，你有没有带吃的？有，我带了猪排和牛排这些的。我带的牛排。我们之前录暮色森林，很多宝子们说我们为什么要录这个创造模式呢？所以说我们从现在开始，我们都是生存模式了。创造模式那是因为方便建房子呀，宝子。房子就水里面好漂亮。他们说建房子的话，用生存的话更加有感觉。所以说我们那房子后面插什么材料，我们后面生存再慢慢去做吧。走，快点。等一下，我看看这里应该会有个怪的呀。你看这个怪的标志，先锄锄地，看看能不能把它找到。它不会又要像那个九头蛇一样吧，然后消失呢？不至于。不会咱俩运气这么背吧，打两次怪都是。哦，好像在前面，妮妮快过来。怎么在雪地上走路走得这么慢？哇，我看见它了，妹，快看见没有？有点打滑是不是？快过来。哪里？它长得好吓人。来了。我先下去打它啊，它好像会把我举高高。就是这个怪吗？对，你看。哎呦，不是这个吧，阿娟，是那个，你看，哎，那个。我知道。这个是小的，哎，它不。你先把它解决，你才能进去呀！你是不是傻？你快来帮我！哦，他举来了，他肯定举高了，笑死！我没有带火把，去你的！好了，好大一个妹，你看，哇！我看到了，大 boss， 你给我出来！阿娟，冲！哦，妹好刚啊！怎么它会掉血的呢？我也发现哎，他举我，他怎么不掉血呀？你没发现吗，阿娟？我也发现了。等一下，回点状态。等一下，吃个肉，回点血。对，他打我们，真的，我们打他像刮痧，他打我们就直接送走。他出不来吗？他怎么不出来呢？你有本事出来！哇，远程攻击耶！气死我了，我们没有远程攻击的这个。哎呀，好疼啊，疼啊，我死呢！他咋不掉血啊？我们做一个这个远程攻击的剑吧，我觉得。我也觉得，不然太难打他了。就是，好像我有一把弓箭，我们拿点丝线、羽毛就可以做了。有没有碎石呀？原石行吗？原石可以合成吗？不行，它有点像一个火药似的那种。我看看我箱子里面有没有，一个碎石都没有，我们就弄点碎石就好了。你要这个雨天还是不要？就这样吧，挺好看的。那你看这样，拿阿娟来看这儿，在哪？抬头看。这里，哇，有点像小时候下雨的感觉，啊，对，雾蒙蒙的。我把音效稍微调小一点点，两个人淋着雨。你出来有没有感觉视线都模糊了的感觉那种？对，水雾的感觉。这边有河边，来，我们去河边挖去了。这也太惨了吧，两个人。不行，在水里面挖石头好慢哟。哦，对，就是这个沙树。对，就是这个，妹，快，就是这个玩意儿。哪个？这个我去挖黑的这个。哎，你怎么挖的这么快？沙树。有碎石，快，我看见了，哎，我看到了，你把我的捡走了，气死我了，我捡的，不客气啊，我要忘死了，快让开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所以说我们这个精力还是很大的，差点误为呢，对，水里面好难的跑哦，正常啊，水下有阻力的嘛，这是原理，懂吧？叫你多读书，你不听，你要去骑大猫，他们说我做错了啥？就只有三个，哎，好少。